先讲吗？还是先讲。好，哎，干大贺啊！大贺，大贺啊！哦，你看，你看好赞。边排边排。哎，哦，你好嘛。哎，院长你好，你好。哇，谢谢。天气非常好，投票率应该会很高。我今天特别从台北赶回来投票，也希望市民朋友啊，或者是国人同胞哈，都能够掌握宝贵的时刻。 出来投票，选出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候选人，让城市进步，也能够让台湾进步。因为今天投票还有那个公投票，看起来排得蛮长，都被担心要排很久。对，我想今年的投票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加上10张的公民投票，中选会很辛苦啊，地方选委会也非常辛苦。 不过经过这段时间以来，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他们都已经做了完善的准备。我们也希望民众呢能够分清楚，先领选举票，然后再领公投票，按照次序，一一来投票。我相信如果这样子的话，即便等的再久，但是次序如果维持得好，应该就会很顺利。对，张总无言啊，对啊，对啊，对，张梅无言，所以。 今天的天气很好，投票也很踊跃，希望经由选择人员让城市更进步，让台湾能够更加灿烂光明。另外，我刚刚已经投完票，那个地方的选务人员都很辛苦，安排的也很好，虽然花的时间比较多，不过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感谢所有的选务人员，大家辛苦了，我们也希望。 每一个投票的民众也都能够照选务人员的按部就班的投下我们神圣的选票，让整个程序呢能够顺利进行，让台湾的民主呢能够更往前迈进。院长从刚投票开始排队到投完整票，大概花了20分钟，会不会觉得有点久？20分钟，因为早上这个时段呢比较多，在我看来还可以容许的范围。 因为选务人员他不是只有发票的现场，还有协助你完成程序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比以往的投票工作的人员更多，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演练都相当的好，所以我刚刚在投票的时候。
三四十个人，最近这个好像很少，因为我们投票人多少。